900亿经验卖28,000，而且修炼还全满。这个号要是能穿越到5年前，估计开头的第一位数字应该是8或者是9。今天就给兄弟们一个秒杀价把它卖了，行不行？化圣九层号大跳水，老王化身带货达人，5分钟光速卖号。千亿最贵的时候，一本兽诀能卖上75,000。看到这个，有一种唇亡齿寒、兔死狐悲的感觉。这一切归根结底的原因是游戏币比例，这个比例变化了，游戏币不值钱了，炼号的成本就低了啊。然后以前花很多钱点帮派技能啊，点修炼的号就会降价啊，这没有办法，游戏币比例要升的话就没有这种啊。快点把游戏币往回搞一搞啊！这个号主要是亮点是原始种族先不错啊，月饼粽子90个也不错，900亿经验再刷100亿还能得1000亿也不错，辅助技能四打也非常不错，化圣也不错，而且28,000还带了一些基础的法系套装啊和5段的双属性灵士，基本上上号就能玩。坐骑呢也有一个海豚和飞天。锦衣呢有一个浪淘沙染月白，这个号你实在是没啥毛病啊，这号确实没啥毛病，这号也没法挑毛病啊。今天就给兄弟们一个秒杀价把它卖了，行不行？有没有过年要买号的？这老板也诚心诚意卖。然后这个号吧，首先价格它就不离谱，另外它900亿经验，我们看一下1月16号的价格，也就是半个月之前，175级化圣九层全满的啊，人修宠修满最便宜的话是19,200。咱们这样，19,200。人修满宠修满啊，19,200，咱们再给他扣了一个800，就当全服最低价18,400，行不行？18,400，他的月饼机缘咱们给他加200，行不行？18,600，原始种族仙族有什么好处呢？就是你买一把法杖的时候能转化成枪的造型，所以说原始种族仙比魔族和人族尊贵一点，尤其比人族尊贵。咱们再加上一个500，那今天兄弟们最低价给你们加300，18,900，强壮和成速加上那些四打这些辅助技能，那肯定比最普通的他起码多了个四打，加1000不过分吧？19,900。这个混沌兽，这个专用的啊，8段的装备一件算150，便宜不便宜？6件装备算个750，够不够用？这个灵是5段星辉石双防御，200块钱你肯定要的吧？200再加上200，400，再给它加上一个200，600，600再加上一个200啊，800，咱们综合再给大家扣200，总共加600，这是不是能来一车啊？神器它确实毛都没有，不加钱。召唤兽没有，不加钱。孩子有个老板的孩子，给他加个88，意思一下，感谢卷哥啊，谢谢卷哥的火箭。这个飞天猪猪加200块钱，有人要吧？海豚人家曾经是花1500块钱抽出来的，我再加200不过分吧？21,737啊。然后浪淘沙1500，咱们算1000，今天就是想便宜卖1000块钱，行不行？染色的话，单衣服是450，单头是150，总共是不对，单衣服是600，头是300，900，咱们给个450 ，OK 吧？23,188，施法特效啥的他都没有。最后这900亿经验，现在的经验是这样算的啊，就是1000亿经验能有一次机会能开取千亿，但是千亿呢，这个怎么说呢，就不说了啊。这个千亿跟以前的千亿有点不一样的地方，所以说价格也就下来了啊。那咱们就算它一个0.9乘以个8000，经验加7200行不行啊？经验加7200行不行？900亿经验7200，大家觉得高不高？如果高了的话，你说啊，你说900亿经验多少钱不高，我就加上啊，加3000，好，26,188，你去还价，26,188，你去还价啊！这是一个化圣九层，人修全满，宠修全满啊，60个月饼粽子和机缘，900亿经验差100亿领1000亿，强壮神速四打全满，辅助技能还是比较不错的，装备带了混沌兽套和5段的法伤法爆气血防御的啊。零式两个七，一个七夕祥瑞，然后有浪淘沙染色啊，最低的价格26,188 ，OK 啊。老王公屏说那个号卖了，不可能，他得还价得同意，他得插网银。如果那个号卖了以后，咱们的直播就可以那种有着急卖号的兄弟们啊，给大家一个心动的价格，你快速解脱，兄弟们啊，快速购入。啊，操你他妈真有心机！说好的最低价格是26,188，你多出了12块钱，而且还先付了2000块钱定金啊，70就等于卖了。因为如果出2000块钱不买的话，这2000块钱直接送给了卖家啊，懂我意思吧？所以说这个号基本上已经被闲什么散给买了啊。有一个墨就挺老实，整整好好出了26,000，想省188啊，这个人多出了122，短期内他赢了，长时间要是再亏的话，你没买到可能你赢啊。不过他那个号底子真的是没啥挑剔的了啊，全都是有用的东西，装备的混沌兽套有用，灵士的双属性有用，锦衣和祥瑞一样一个有用。